差不多收拾完了。我的死亡印作业弄丢了，只有最后的。他是知道的。我现在很沮丧，就昨天服装也没做好，然后今天死亡印作业有最后成品又丢了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布展教室。然后带你们看我的死亡印老师。你我们现在在一家八宝亭的家奶茶店，然后很神奇，这边居然有支付宝支付。哎呀，然后这边好像是前面有一个，难得找到一个证据。四王印作业也是这两个颜色，但是没了，真的绝望，没了，我的妈呀，想死的心都有了，他妈居然没了。是黄美的毕业典礼，然后这边在 BBQ， 然后里面是典礼，然后他们会一个个上去领那个准毕业证书。